西南三味今天教大家胡乳菌炖瘦肉百合。胡乳菌，葛根、淮山、玉竹，清水浸泡备用，猪瘦肉切块焯水，冷水下锅，猪瘦肉入锅焯水，猪瘦肉在冷水的时候入锅，才能将血水焯出。将猪瘦肉捞出洗净，将鸡脚、猪瘦肉装入炖碗中，随后加入葛根、百合、玉竹、蜜枣、淮山、胡乳菌、南北杏和姜片，少许花雕酒，900毫升烧开的矿泉水也加入炖碗中，加入高压锅中炖30分钟左右，没有高压锅也可以入普通炖锅中炖150分钟。胡乳菌炖瘦肉能补气益血，滋补肝肾，还能止咳平喘，滋阴润肺，春天滋补正当时。出锅后加入适量的盐调味，有喜欢的滋补炖汤都可以给我们留言。男女老幼四季汤疗，一碗好汤滋养全家。